感谢广福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广福的据点，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，让我们能够推广这一次教学的学生总共15位。我们今天从眼睛，然后头、肩颈，还有刷背这4次的四节课，让学员学到了初阶的牛角木梳的松筋。 而也进一步能够推广给社区，期待这15位等于就是三角教学非常细腻的教法，让这些学员未来也可以在我们旗山、美浓、六龟偏乡的地区能够继续让他们推广牛角的一个社区服务。那也祝福所有未来有缘的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。 牛角拨筋的一个服务，啊，祝福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身体健康、平安、自在，谢谢。毕业了，做那个10次嘛，啊，写这个我也很高兴的，写很多科，又拨眼睛，又拨那个头，还有那个肩膀、肩颈，就很舒服，会让人满意。所以有机会的话，还是下去学这个跟老师他们。谢谢，感谢老师。 学到很多东西，非常感谢老师，他都会帮我们调我的手法。然后我前几天就是有一天醒来的时候头痛，我想说不然我自己来拨筋看看好了。结果我才拨完脸而已，头痛就好了，我连头都还没有拨。所以我就觉得拨筋真的还蛮厉害的，因为之前我们拍打的时候，其实头痛的话要拍一下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有点累，我就干脆先拨筋，没想到拨脸就好了。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就是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助教。